实在太好了，双红又落丁，因为拄啊好有人要来甲你双红啦。要双红啊？嘿啊！啊，要双红呢，到节目来，对不对？随时买个双红。伊有伊的用意啦，哦、因为这个人吼、哦，也武功高强，这是通人知啦。所以今日来这最主要目的是要甲你挑战。你搞病毒啊？你啊？拼度向来武功较强，我那唱歌还无要紧嘿，我还不是唱歌，不是唱歌，你拼体力咯，拼体力，拼武功哦，你拼武功，但我哪有什么武功啦？有啊，你正经定定，这武功你是打铁的啊，打铁无唔对啊，对啊，身体就好呀、啊。迄十外岁啊时阵啊，迄个五六十年唔捌弹过啊，你这过程拢无咧练哦？哪有可能这么干呐？唱歌都袂赴啊！啊那边呐，人拢已经来啊呢。啊来就来啊，无要紧啊，甲叫出来。先叫出来干嘛？先看嘛。掌声欢迎陈子强。大家好。谢谢 ，Hello， 李大哥好。哦，子强，哎，我唔知你话那练三铁哦。三铁？你听出来，我当时练三铁。哎，唔是抓功，你要出来挑战了。三铁是你练的啊，阿姨练的是武功啊。我是要挑战你啦，于大哥，我是要挑战你啦。挑战我？我看你安尼劈腿一字马，你怎么厉害？你劈他，我记得你干嘛的？我最近听哦，听到我听了，我来这做我好啊，对不对？我终于变活泼啦！哦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你个性变了耶！有啦有啦，因为最近常做公益有差啦，哎呀、啊！哦，啊，不过有另外一个吼，是，我是要调整宜君呢，啊，不过有另外一个长辈要调整宜大哥。清算大使，我们的宜君前辈指名单挑于天，他究竟会是谁？非洲小孩礼貌周到，宜君却尴尬到快昏倒。对，你们知道这位爸爸是谁吗？爸爸好。哎呦，我们想要去爸爸了。到底想要爬上飞机去啊？啊，大家知道这位是谁吗？我们一起讲。是妈妈啊。这里师傅，快点出来啊！训练的非常好。大家知道这一位是谁吗？我们一起。知道。吉星高照，必须对心不念大意，龙飞凤舞。小宝的月眉，冰清清的眉头，等待的那个人是安怎一直无来？终于纯情的笑容，是安怎会变成一个心病女子呢？敬请期待，明星最新八点大戏《龙飞凤舞》。哦，水温忽冷忽热吗？樱花树为恒温，不会忽冷忽热，强制排气不中毒。别再撑了，快换樱花吧。さくら。健康送给谁？清爽无负担，干净不黏腻，安定不变质。让我们一起在厨房深呼吸，唯一食品。
听音乐就要听原音重现，不像好咖啡也要原味重现。雀巢咖啡经典三合一，以100%研磨咖啡萃取调配，坚持无添加咖啡香料，一种原味重现。100%纯正咖啡，雀巢咖啡经典三合一。清明上内，娘家冰激凌，上健康。纯天然无掺任何物件，甲健康送予亲戚朋友。娘家冰激凌上盖高勒数，0800-233-266。新嘉蜜桃到底来讲村，鹿港、鹿村、宜兰、基隆、新竹、云林、花莲，欢迎您来亲子自由行，吃喝玩乐样样行。除夕到初四下午3:50，民视新闻台。到花莲过好年，祝福您万事如意，马到亨通。健康就是最好的祝福，送礼首选活力配，穆拉德活力配，康士美维康及全省各大指定药局均有贩售。健康就是最好的祝福，送礼首选活力配，穆拉德活力配，康士美维康及全省各大指定药局均有贩售。就是这么有效，浅田蓝喉定有效缓解喉咙痒，声音沙哑，止咳化痰，喉咙不舒服，浅田蓝喉定阿萨达麦。青春大使方案超划算，只要月缴333，一通话月租1折，二上网无限用，3-3门免费热线，4加码再送1000元红包，新年换新机就快来中华。搭配中华电信新春大省 Sony Xperia D 7990元起，百事特迎春大福贺新年，买福袋享童装5折起，再送台塑生意防螨洗衣精，快搜寻百事特粉丝团。不好意思，知道了。九令，我昨天怎样？是九令耶，您求哎。干杯！干杯！为什么干杯啊？为赚到一口金牌干杯，好事一点就够，金牌台湾啤酒。所以你嘛是爱尊卑啦，我那边三 T 的哟，那天嘛是三 T 的哟，三 T 的哦，我就真正想我那音乐界哦，那么唱歌啦，还是三天啊？我唔罕咧听客讲较早有咧。谢谢你哦，我干杯，真无得客气。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们现在欢迎我们这一次的亲善大使，我们的雷洪雷爸。哇！好亲善。谢啦，六六！欢迎雷洪大哥！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哇，喜地哦！哎，慢，你别来挑拣我！那都太慢，你看，那因为我领书，慢，多慢啊，慢啊！啊，那一波我的书呀，我看他一个波，应该是准时，应该几矮呀，矮呀！我多啊，多，你唔能安尼，我来讲，至少回头立马给我回贴不？无给我回，无我培训比我个头前啊，对不？尊重你多啊！我唔敢跟你挑战。还有，除了我们这些人来，其实真的要挑战哈，够外宾啊，对了，关键，我跟你说哦，这叫你进来被送上来，我啦，你是不但是讲一传一那的，我外宾啊，我讲，你好，哥，拜托，拜托，大金诶，拜托，过年要搞啊，你拢叫来，你土红包诶，有叫哦，有叫，你把咱咱的囡仔传出来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那么欢迎我们的小孩出场，哇，儿童。好可爱哦！哎，我唔知啊，恁两个，你虽然有卡乌，但是先生出来囡仔嘛无遐乌咧。
对啦，不是安尼啦，啊，不是啦，嘿，你看我这球这高子，好，别个要于大哥报个捷，是，现在是来自非洲，就是咱台湾的慧理法师吼，哎，伊要非洲做这孤儿嘛，所以他行脚去那边吼，盖了一些寺院，教他们读中文，嘿，教他们，所以他刚刚说，伊哩做公益，安得贵了就快乐，像刘先生，因为那一天吼，我都有去帮忙，但是有一天我拍戏，我就麻烦那个我们雷爸去，他也是我们这次的亲善大使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些那拢拢是阮领养的。对啊，领养，做好心做喜心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好可爱哦。Where you come from？I'm come from Switzerland。他们是从那个赖索托过来的。赖索托，赖索托，对对对，是是是。除了赖索托，还有斯瓦基兰的小朋友，还有马拉威的朋友，他们每年都会来这边做那个感恩之旅，就好像因为他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台湾的文化，所以来这边把它当做夏令营。是啊，多了解一点多好，是啊，对对对，没有错没有错。好，那是安尼 ，Kelly 哈，佮有另外一个特别来宾哦，专刚嘛是为着因来，啊，希望不赶快台湾的。文化哈，传教好音。哎，假好假好假好，我们光应该欢迎出来，掌声欢迎阿庞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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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真，来三人，想看的准准为准，想看清，向前看，快点准，小心，认真敬礼。我现在是教育班长，所以说只要在我的教育训练里面，一定要把它训练成铁的纪律、爱的教育。啊，不，你今天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冲啥？哦，现在训练这批小朋友，哦，训练他们，当然训练啊。阿庞是啥？我猜啊，哎，那个新兵日记嘛，班长，班长嘛，对对对对，每次我出场的时候，那个收视率都要到七点多嘞。啊，反正现在就是还教育班长，我刚刚在后面有听到了。就是有一群小朋友要参加夏令营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那我是既然是教育班长，我可以当他们的营长啊。你修身他们人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他们是小孩子，对不对？跟你在军中教育的不太一样。哎呦，李大哥，你讲太好了，小孩子啊，就要从小教育起。而且够毛利的哦哦，啊，那不就被用上用了个干什么？可是我刚刚看到，我在后面也听到，他们好像是从非洲来的嘛。是是是，从非洲来的。所以我现在要先教导他们，要先要从语言开始。哦哦，很重要，语言开始，对对对，重要。非洲来的嘛，我会非洲母语，先跟他们沟通一下。你听得懂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真笑！啊，他会讲国语啊，干嘛用非洲母语跟他讲？我会包你啥？我问了怎样，你要讲非那个国语啦。既然这语言也通哦，那就要让他们好好自我介绍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么可爱的小朋友，来，你自我介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。我叫天墨，沙漠的墨。天墨，沙漠的墨。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叫地米，米饭的米。地米，地米，阿弥陀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叫地长，嫦娥的嫦。哦，地长。哇，你讲得好清楚哦。你们知道这位爸爸是谁吗？我们一起讲，一二三。爸爸好。哎呦，我都想到鱼爸爸了。我终于知道你叫鱼爸爸。对对对，我不知道我阿哥回酒去了。好，大家知道这位是谁吗？我们一起讲，一二三。鱼妈妈好。这个时光很酷，快点出来啊！这个训练的非常好，他就是鱼妈妈。鱼妈妈了，鱼妈妈。你动作你管不啦？你哪？啊！一条中公路两个点开，这位，我不是他的老婆，我不叫于妈妈。哎，大家知道这一位是谁吗？我们一起讲，一二三，不知道。比我更加老鬼。哎，你不猜我收视七点多，我七点多呢。啊，这个片子没有拿到非洲放了，不让办了。好，以后我再来训练你们，来，好不好？再重新认识啦，重新认识。阿庞应该不利的作用啊？什么没有我的作用？我刚刚听到他们这语言，这是值第一关，教你们防身术。哎呦，他们要学防身术啊？要学防身术，防身术嘞。哎，他们从小就，你看那个非洲也没什么灯啊，他们有时候走在路上会危险啊，所以就遇到坏人的话要会这个防身术。来，就是你了。你会防身术吗？
喂，和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来，来，你打一套，一套功夫来。来回来，来来来，来阿庞，你跟伊拍一下啦。我的语力是不是那个大方针术？懂吗？等一下，你刚刚前面有一套招式嘛，那叫做降龙伏虎，我都看得出来。来来来，我来一套，来来，我要换一个好了。来来来，这个比较不会，这个比较，这个学比较久。对，好来。看我的镜头好呢。哦，你不是可能一个手就把你害过你。花拳绣腿，那接的音力啊！你怎么一下就把我撂倒了？这样当时怎么办？如果遇到坏人，抓他，这样就不会了。不会。你不怕？不怕，很怕。人家很仁慈的。如果我这样搭着，你要怎么打？你要小心啊！你，有吗？真的很厉害耶！真的很厉害，他是这个是真的，他这样一夹，然后一拳就过去了。对他不是不出手，是因为他刚刚你搭着他，他不怕你，我准备叮当北干。可是现在他真的有两下子哎！不出手不知道，一出手吓一跳。那如果从后面呢？从后面呢？如果你在前面走路，哎，突然有人从后面，好，有坏人在后面，你怎么办？那既然你的体力，我现在不是要勤劳，我现在是要跟你说啊，哦，不用再摔了，哦，因为我看看你的体力跟勤劳是不是都表演得不错，你就当我的夏令营的副营长，哦，那我还是营长，我来教你们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我太小，你好倒给啊！报告班长，报告班长，还有于大哥，还有一姑娘。他们会这么做功夫，是因为每年他们每天都在非洲练功夫，强身体魄。所以你今天的挑战是挑战错了。所以你根本就没法度来训练你呢，因早都就厉害啊。是啊，大家都要知道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也知道，因为我是排戏的时候才有排练啊，他们是每天都在练，所以说就输你了。所以起跑点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好，谢谢你，来握个手，谢谢。不欢迎嘞。你很厉害，搬都搬不动。哎，阿爸，别卖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，真的是。所以班长武功高强。刚才他们只是牛刀小事啊。于大哥，营够一段，更加厉害。我要把他跨掉，现在营长可能照看他播的啊。刚才看的已经很精彩了。还有一段更厉害。还有一段。一定要来看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看下面。来，我们现在要表现我们的五大旗，对不对？他们要表现我们中国功夫五大旗，你们会耍旗子？会不会？哇，那一定要来看啊！哎呀哎呀，欢迎他们带来的五大旗。可以起来，可以起来，我们可以了，结束了。哇，哎，厉害啊！来来来来，哇，我们这边武功高强哎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刚才知道一件事情，你是男生女生？我是男生。哦，安内。还有女生吗？有啊，你看多一个是。我看拢插播呀。啊，你讲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
我是女生。看不出来哦，因为头拢拢赶快呢，头发都剪得很短。因为我刚刚在看，那你呢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穿橘色的。我是女生。你也是女生哦。对。奇怪。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看不出来嘞。他们两个女生穿黄色衣服的都是男生，对，橘色的都是女生，是怎么样？所以他们穿这个是女生，是怎么样？阿庞，你怕了吧？我没有怕。耍大旗，来个擒拿术，你不会不伤害？还有什么好教的？可是看他们这个表演哦，我觉得孺子可教也。是、哦，但是我现在不挑战他们了。OK 的。我先。